太久，小心屁股变大哦。烦呢，喵你大。哎，吃午餐。好啊，吃什么？咖喱饭。啊，又是咖喱饭，吃不腻哦。我每天看到你都没说腻啊。啊，吃牛肉面啦。不要，那家很脏哎。很油哎。不要啦。所以到底要吃什么？便利商店。什么小吃店？再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奶油鸡排烤饭，看起来是很好吃啦，可是又是奶油又是炸的，很肥耶。这里有沙拉，你不知道沙拉酱热量很高哎。先说清炒意大利面总可以了吧？到底是怎样？你那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喝水来。团购的东西来喽！来了，快点拆，快点拆！你买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你也买太多面膜了吧？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超好用的，奈何给你。我超喜欢吃这个奶，没有你的。买这么多零食，我不是说热量太高。小庄上次出包啊，靠他爸又没事。可是经理那时候不是有经理连个屁都不敢放，靠他爸就好了。嗨，真小。双面，天天出包都没事，他还真的实实在在靠自己哦。你可是我们在你爹外老板跟我靠爸靠妈，我看你开始千人斩嘞。屁嘞，听谁讲的、啊？我听朱慧讲的呀。屁嘞，你没说你丑了，你在那边乱讲。我在吵，你们在吵什么啦？他还没说很有没了啦。是他先讲的好不好？他吃炒饭，我炒饭上面有炒饭。各位上班族的朋友，你们也常常困扰中午要吃什么吗？个人是很喜欢吃便利商店啊，你也是吗？记得要锁定我们的频道哦。